好，世界阅读自己，欢迎收看《慧灯问道》节目。我们继续探访一下任天秤。呃，大家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现在向堪布提问？好，何勇。嗯，堪布您好。呃，我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呃，到目前为止，我还是觉得任天秤的理念和我的想法比较接近。但是呢，呃，身边的师兄就说，既然学佛了，就应该学最殊胜的这个大乘佛法。呃，这就让我。 一直犹豫，到底是应该听师兄们的呢，还是应该按照我自己的想法来呢？嗯，这个不是听师兄们的、啊，就是用你自己的这个判断能力，呃，去分析啊。比如说，你学小这个人天佛教好，还是学这个小乘佛教啊比较好呢？还是学大乘佛教比较值得啊？那么你在这个当中就做一个选择啊，然后你暂时。 呃，就是，呃，就认为啊，这个人天佛教啊，对你啊、呃、最有帮助啊，其他的两个也好啊，但是呢，人天佛教对你有很大的帮助啊，尤其是这个，呃，两其他的两个啊，比如说小乘佛教呢，需要有处理心啊，你暂时没有办法有处理心，然后呢，大乘佛教它需要这个菩提心啊，那暂时这个菩提心发不起来。 那这样子的话呢，你先暂时啊学这个人天佛教啊，这样啊也是可以的啊。如果当然，如果是你直接可以学这个啊大乘佛教啊，能够接受的话呢，啊直接学大乘佛教是最好的啊。还有一个呢，比如说你先暂时学啊这个人天佛教，在这个人天佛教的基础上呢啊，去多了解。 大乘佛教啊，多学习大乘佛教，然后呢，啊，就是呃，大乘佛教你，你就记着，就就作为一个未来的啊、呃、一个目标啊，这样也是很好的。嗯，好，谢谢看木。嗯，所以可以不用特别纠结哈、啊，不是是是，非得要每个人选的道路都是一样的。对对。对嗯，再来看看其他朋友有没有什么问题？飞燕。嗯，看木你好。嗯，你好。嗯、呃，据我自己的了解。 曾经那个太虚大师曾经提倡，呃，人间佛教，就是我自己不太清楚这个人间佛教跟人天秤他们是一回事儿吗？还是说有区别？啊、嗯呃，这个当当中呢有一些区别啊。人间佛教的意思就是说，像大乘佛教、小乘佛教啊里面的这些。 呃、哎，都用到这个工作啊，生活啊，就是用到这个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去啊。主要就是把这个这些很看起来很专业的东西啊，就是要用到是用到这个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，啊，然后呢，用这个大乘佛教或小乘佛教的这些方法去啊，为这个社会服务啊，为更多的人这个服务，让。 人间的啊，这些人感觉到啊，这个佛教对他们的帮助啊，那这个就叫做人间佛教了。那么这个人间佛教呢，有可能是大乘佛教，有可能小乘佛教，人天佛教也可以啊。你可以用人天佛教的这个方法啊，用到日常生活当中帮助别人，或者是用这个小乘佛教的这些很多方法啊，就是用这些方法来帮助别人啊。 然后呢，就用到这个世俗的生活当中啊，工作当中化解一些矛盾和心理疾病，嗯，然后尤其是大乘佛教的这种菩提心啊，那么就更容易用到这个世俗的生活当中啊，用这些方法去啊帮助更多的人。那么这个就是人间佛教啊，意思就是说，人间佛教就是把佛教跟啊这个世俗的生活这个距离不要太远啊。 啊，就这意思了。那啊、呃，人天佛教就不一定了啊。人天佛教呢，没有大乘佛教的内容，也没有小乘佛教的内容，它只有这个人天佛教它自己的这这一部分的这个小部分的内容。所以这两个呃，应该有比较大的区别。谢谢看木。 啊，我总结您刚才说这个意思，是不是就是说，其实人间佛教就是把佛法的内容实践在生活当中，可以利益大众的一个生活。但是呢，<对>呃，这个人天秤其实刚才讲了，就是学修的一条道路。嗯。啊、呃，所以还是有这样的一个区别。呃，对，人间佛教当中呢，呃，可以有大乘佛教，也可以有小乘佛教，也可以有这个人天佛教啊、呃，这三个都可以有的。那么人天佛教呢？ 其中一部分，嗯、呃，就应该是这个区别。嗯嗯，谢谢您。我们再来看看下面哪位朋友来提问？徐佳宁，请问堪布，嗯,嗯，佛教说轮回是苦，人天佛教又说要追求幸福快乐，这是不是一种矛盾呢？佛教将轮回是苦，呃，跟这个去追求这个人天佛教追求的幸福，这两个就是应该这样子看，呃。 人天佛教他追求的这个这个幸福呢、快乐呢是什么呢？这个人和天人和飞天主要是人和天啊，他的这个幸福。然后人天佛教他自己的这个层面上啊，看痛苦是什么呢？他没有认为所有的轮回都是痛苦的啊，他认为他认为的这个痛苦呢，就是地狱恶鬼。 啊，还有就是旁生啊，这三个就是啊痛苦，所以他不会追求这三个啊，所以他一定要脱离这三个痛苦啊，脱离了以后呢，他要去追求啊人和天人的这个幸福啊，所以痛苦的定义啊是不一样的啊，轮回全部都是痛苦，这种说法啊是小乘佛教意想的啊一个说法。 那么人天佛教的这个这个痛苦呢，范围啊就会小一点啊，所以我们刚才也提到了，每一个佛教啊，它都有不同的解脱。那么人天佛教它的解脱呢，就是我下一世啊，不多地狱啊，不多恶鬼，不多这个呃、啊、旁生，然后呢，我有机会去做人、做天人，啊，这就是我的解脱啊，不是整个的轮回当中解脱啊，我是从这个。 地狱的痛苦当中啊，摆脱出来啊，这就是我的解脱；然后从这个恶鬼和旁生的这个痛苦当中啊，摆脱出来，那这就是我的这个解脱。啊所以他自己的这个痛苦和幸福的啊，这个定义跟大乘佛教、小乘佛教是不一样的，这层次不一样啊，所以就不会矛盾的。那。 嗯，佛陀要求佛教徒要少欲知足，这也包括人天佛教吧。嗯，就是说追求人天福报应该也有个限度，怎么去把握这个限度？嗯，这个比如说少欲知足的、呃、这个呃四个字呢？啊，佛佛陀呃对这个所有佛教徒的生活的一个标准。 啊，那么这个佛教徒当中呢，当然有大乘佛教、小乘佛教、人天佛教都有了。比如说，啊，人这个修人天佛教的人啊，你可以呃积累很多很多的福报啊，希望自己这一世、下一世呃、啊、都有幸福快乐啊，那这个是没问题了。但是呢，在现实生活当中呢，啊，你的这种欲望。 啊，不要啊，太这个无限的这个膨胀啊！如果这个欲望无限的膨胀，你不懂得少于知知足的话呢，那你是呃，在这个追求现实当中的幸福和快乐，其实。 呃，这个也是很难得到的，因为被自己的欲望控制了以后呢，你所想得到的是得不到的啊、呃。那么你要得到这个人间和天人的这个幸福快乐啊、呃，这个追求是没有错的。但是呢，你要懂得啊，适、呃、当的调整自己的这个欲望啊，你要适当的这个稍欲知足。那这样子的话呢，你在人间和这个天人当中啊，可以享受啊幸福和快乐。 啊，所以这两个是不矛盾的啊。这个少欲之祖啊，也有很多不同的层面上的这个理解啊。我们大家，呃，一定要知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呢，就是因为这些佛教的这些词啊，看起来都是一样的。 啊，所以就我们很多时候就产生了很多很多的误会，实际上这些都有不同层面上的这个理解。比如说痛苦是什么，也有不同层面上的理解啊。然后解脱是什么呢？也有不同层面上的理解。少欲知足是什么呢？也有不同的标准啊，也有不同的这个呃层面啊。所以这些呃不同的层面有不同的理解，所以这个都是不矛盾的。那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位朋友。 好，木西，看木你好，你好啊，我有一个疑问，有一种说法说人天秤不属于佛教啊，因为辨别正法的界限是四法印，而人天秤呢，它缺少啊这个诸法无我和涅槃寂静这两个法印，同时它也不强调这个诸行无常和有漏皆苦，所以我想从这个角度来讲，这个人天秤。 它是不是不应该属于佛教呢？啊，这种说法对不对？嗯嗯，这个佛教啊，我们前面讲到的也要分这个层次啊。人天佛教，如果说不是佛教的话，这意思就是说，人天佛教不是修解脱的这个佛教，而且这个解脱呢，就是小乘佛教以上的这个解脱。啊，从这个角度。 讲的话，比如说，这个人天佛教啊，他没有啊、呃、出离心，他不追求解脱，然后他又不追求这个，呃大乘啊，那么所以呢，它不是大乘佛教，不是小乘佛教，可以这么讲啊，但是它不是佛教啊，它不可以这样子讲，因为，呃，佛教这个司法印啊，用司法印来啊辨别是不是佛教，这个就是说。 佛教的这个关于解脱道的这个佛教啊，就是也是小乘佛教以上的佛教，才可以这样子。那一般的佛教呢，就是看它有没有皈依佛教啊。凡是在皈依佛教的基础上所做的全部，啊都叫做佛教。那从这个角度讲的话呢，人天佛教啊，它也是佛教。好的，谢谢康布。嗯，好，那我们还有没有其他的朋友要提问？ 易阳，潘总 <Yeah. S 2> 您好，有一个疑问，就是人天秤他的这个呢，追求的目标和很多人现在期望的很一致，呃，付出很少就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，修行起来呢也比较简单易行。那很多大修大成和小成的佛教徒，会不会知道了人天秤以后，就转而修行人天秤，放弃解脱道，这样就太可惜了？那我们是不是不应该宣扬人天成呢？嗯，这个不会的，因为。 他们每一个成的这个目标是不一样的，因为大乘佛教呢，嗯、他本来是想成佛的啊，所以这个成佛是人天佛教是做不到啊，达不到这个要求，所以他不会去学人天佛教。然后呢，小乘佛教呢，他就要这个脱离轮回，他要挣脱离整个的轮回的痛苦啊，他就要端出全部的烦恼。那 他这就是他的目标啊，那么人天佛教呢，就达不到这个目标啊，所以他也不会学这个，呃，人天佛教，啊，但是我们比如说在佛教徒当中啊，有很大一批人呢，啊，就是还没有考虑要成佛，还没有考虑这个脱离轮回啊，就是希望啊这一世、下一世啊，就是啊拥有。 这个人天的福报啊，幸福快乐的生活啊，这种人是很多的。所以呢，我们应该啊，这个啊、呃，弘扬嗯，这个人天佛教啊，如果弘扬人天佛教的话，我想可以帮助到的人就会更多一些啊。所以这个呃，大乘佛教、小乘佛教呢，他不会来学这个的。好的，谢谢干部。嗯 嗯，就好像是他想要去上海的话，他不可能坐上去北京的列车，因为他的目的地不一样，是吗？嗯，是。比如说他骑自行车的话，比如说他成本也不高，然后呢，他也没有太多的危险性。呃，但是呢，他也不一定就是因为这个，就所有人都来骑自行车啊。那很多人要、啊、坐，就因为这个自行车打不到的地方，需要用汽车呀、啊，啊、呃，然后呢，用火车呀、啊，啊、呃，等等，就要看这个目标啊。 因为这个目标达不到，所以他就不会选择这个。那其实刚才各位嘉宾呢也提了很多关于人天秤的问题哈、啊，嗯嗯、啊，那最后呢也想请堪布给大家能不能有一个总结性的建议，对于修学人天秤啊，怎样能修好人天秤，给大家一些建议。嗯嗯，人天秤首先它的标准啊，就是首先要这个。 相信啊、呃，轮回和因果。因为，呃，任天成的话，他的这个目标啊，也不仅仅是这一世，他还虽然像没有这个大乘和小乘这么长远的这个目标，但是呢，他的眼光啊，比我们普通的世俗人呢、啊，还要还要远。 啊，因为他考虑的就是生生世世的这个幸福啊，他不是说这一生的幸福，他就是要生生世世的幸福。为了生生世世的幸福，他就啊做一些这个善事啊，就是追求这个。那么这样子的话，我们学人天佛教的话，首先第一个要考虑啊，这个去向心啊轮回。那这个轮回呢，啊，首先第一个就是呃、啊，通过智慧。 呃，来啊、呃，决定啊，或者是我们的这个相信轮回的这个信仰啊，应该建立在这个智慧的基础上啊。所以呢，我们应该呃，想学这个人天佛教的人，多了解一下这个关于啊轮回啊这个方面的佛教的这个经典呐、啊，还有很多科学家的这些研究啊，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现实生活当中。 啊、呃，出现过的一些实实在在的很多的这个例子啊，公安啊这些呃方面呢，你、嗯、要多了解一下啊，建立一个长远的这个目标，那、啊、这个是非常的重要。然后第二的话呢，那我们要多学习一下这个关于呃善恶因果啊这个方面啊，多学习一下，就是只要有这两个以后呢。 啊，其他的就人天佛教的方法都是很简单的啊，平时也没有太多太高的这个要求啊，自己在日常生活当中啊，尽量的行善啊，断恶啊，这样就可以了啊。首先两个最重要的就是，呃，通过学习啊，通过智慧啊，建立对轮回的信仰和对善恶因果的信仰啊，我觉得这两个是。 呃，对于人天佛教来说是最重要的。 好的，谢谢堪布。那其实呢，很多人都想要去学修啊、呃、小乘和大乘，但是其实人天乘呢也有非常广大的一个基础啊、呃，所以呢，只要大家选对合适的道路啊，今天呢堪布也讲解了一些具体的方法，大家按的这些方法呢去学修，相信一定能够找到自己那个向往的目的地。也再次感谢大家，感谢堪布做客《回灯问道》嗯，嗯、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谢谢 用司法音来啊辨别是不是佛教。